词曰：滚滚长江东逝水，浪花淘尽英雄。是非成败转头空，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白发渔樵江渚上，惯看秋月春风。一壶浊酒喜相逢，古今多少事，都付笑谈中。话说天下大事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，周末七国分争，并入于秦。及秦灭之后，楚汉纷争，又并入于汉。汉朝自高祖斩白蛇而起义，一统天下。后来光武中兴，传至献帝，遂分为三国。推其致乱之由，殆始于桓。零二帝，桓帝禁锢善类，崇信宦官。及桓帝崩，灵帝即位，大将军斗武，太傅陈蕃共襄辅佐。时有宦官曹节等弄权，斗武、陈蕃谋诛之，素事不密，反为所害。中捐自此遇横。建宁二年四月望日，抵御温德殿，方升座，殿角狂风骤起，只见一条大青蛇从梁上飞降下来，盘于野上。帝惊倒，左右急救入宫，百官俱奔避。须臾，蛇不见了。忽然大雷大雨，加以冰雹，落到半夜方止，坏血房屋无数。建宁四年二月，洛阳地震，又海水泛溢，沿海居民尽被大浪卷入海中。光和元年，雌鸡化雄。六月朔，黑气始于帐，飞入温德殿中。秋七月，有鸿见于玉堂。五原山岸，尽皆崩裂，种种不祥，非止一端。被下诏问群臣以灾异之由，一郎蔡邕上书，以为泥堕积化，乃父死干政之所致，言颇切齿。帝览奏叹息，因起更衣。曹节在后窃视，悉宣告左右，遂以他是献庸于罪，放归田里。后张让、赵忠、封须、段归、曹节、后览、简硕、程旷、夏运、郭盛十人捧笔为鉴，号为十常侍。帝尊信张让，呼为阿父，朝政日非，以致天下人心自乱，盗贼风起。时居陆郡有兄弟三人，一名张角，一名张宝，一名张良。那张角本是个不得秀才，因入山采药，遇一老人，闭眼童颜，手执犁杖，换脚至一洞中，以天书三卷授之，曰：此名太平要术，汝得之，当代天宣化，普救世人。若蒙一心，必获恶报。小拜问姓名，老人曰：吾乃南化老仙也。言讫，化阵清风而去。小得此书，小夜恭习，能呼风唤雨，后为太平道人。中平元年正月内，意气流行，张角散失浮水，为人治病，自称大贤两世。角有徒弟五百余人，云游四方，极能书符念咒。此后徒众日多，角乃立三十六方，大方万余人，小方六七千，各立渠帅，称为将军。俄言苍天已死，黄天当立，
幽云虽在甲子，天下大吉，令人各以白土。书甲子二字于家中大门上，清、幽、徐、冀、京、阳、兖、豫八州之人，家家侍奉大贤良师张角名字，矫倩其党马元义，暗击金帛，结交中捐封虚，以为内应。矫与二弟商议曰：“至难得者，迷心也。今迷心已顺，若不成事取天下，成为可惜。”遂一面私造黄旗，约其举事；一面使弟子唐周持书报封虚。唐周乃靖府省中告变，帝召大将军何进调兵擒马元义，斩之。此时封虚等一干人下狱，张角闻之失路，星夜举兵，自称天公将军，张宝称德公将军，张良称人公将军，深言于众曰：“今汉运江中，大圣人出，汝等皆宜顺从天意，以讲太平。四方百姓获黄金从张角反者40000，贼势浩大，官军望风而靡。”何进奏帝，火速向道，另各处备御讨贼立功。一面遣中郎将卢植、黄甫嵩、朱隽各引精兵，分三路讨之。且说张角义军遣犯幽州界分，幽州太守刘焉乃江夏竟陵人士，汉鲁公王之后也。当时闻的贼兵将至，赵孝为宗敬计矣，敬曰：“贼兵众，我兵寡，明公一座速招军应敌。”刘焉然其说，随即出榜招募一兵。榜文行到涿县，乃引出涿县中一个英雄，那人不甚好读书，性宽和，寡言语，喜怒不形于色，素有大志，专好结交天下豪杰。生得身长7尺5寸，两耳垂肩，双手过膝，目能自顾其耳，面如冠玉，唇若涂脂。中山靖王刘胜之后，汉景帝阁下玄孙，姓刘，名备，字玄德，昔刘胜之子刘真，汉武时封诸罗亭侯，后作酬金师侯，因此一阵一直在涿县。玄德祖刘雄，父刘洪，洪曾举孝廉，异常作吏，早丧。待续，感谢收看，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